我暫時又未有呢啲興趣，咁所以黐唔黐就未必好黐咯。你笑咩？唔係，我哋頭先有個相似。我估佢勁到日本人認得佢。哇！喂，咩 friend 啊？名牌 VR。唔講啦。すごいね。我記得我留咗個 passport， 咁啱佢攞嘅時候，哇！見到佢後邊兩個人幫佢攞住一扎嘢，跟住我喺度哇！佢勁到入啲 staff 認得佢啦，真係。同阿高嘅 keep 住呢個 pose， 一粒聲都唔好出。好啦，咪先。我嗰識叫馬文信啦，佢係一個本身係整錶嘅人啊，或者其實佢撈編嘅，佢就係將啲唔同嘅零件。舊的零件，但係佢整好、整乾淨佢、整靚佢，就砌翻落隻錶度，咁就拎出嚟賣，當新錶咁賣，即係叫對期錶呢樣嘢。咁所以佢係一個有啲小聰明啦，但係同時佢對錶嘅知識係好強嘅，即係佢都係呢方面嘅專家嚟嘅。咁但係佢就為咗賺錢，就會走一啲遮面咁樣，咁就去呃下人咁樣。咁但係佢又覺得無傷大雅，因為佢又唔係。exactly 犯法啦咁樣，同自己本人啊，最中意講大話，冇都可以唔使講，呃人，哇，中意有諗啲奸計，小聰明，但係小聰明又未必係呢一隻咯，即係因為佢始終都存在欺騙嘅成分喺度噶嘛，其實係咯，從來唔講大話。我未聽過佢講大話咯，係啊，你講佢掟啱好你咋？係咯，咁如果呃到我真係勁咯，小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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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佢嗰啲即係呢個角色嗰啲太低階，有啲更加高階。我呢個角色佢喺呢個過程係不斷用個腦去諗好多方法去解決一啲佢嘅危機或者困難。咁可能中意用腦，即係佢好腦理好。好理性嘅一個人咯，即係好中意諗嘢，咁可能呢方面有少少似。現實生活啊，真係對錶係完全一竅不通，同埋都冇即係冇從來冇研究過嘅。咁所以今次都有特登要去研究學下點樣去開啊，學下啲基本知識啊咁樣咯。咁同埋因為呢個角色佢係對一隻叫做 Moonwatch 嘅好著迷 ，Moonwatch 係第一隻上過月球嘅錶，咁佢就超著迷。咁我現實生活中亦又冇話對一樣。物件即係有啲人可能中意玩錶，中意玩車，我暫時又未有呢啲興趣，咁所以黐唔黐又未必好黐咯。你笑咩？唔係，我哋頭先有個相似。我估到相似，唔係啊，呢個相似唔係啊，純粹笑，贊同，突然間笑，即係嗰啲嘛，唔係啊，唔係啊，即係純粹。即係咩啊？有時局牌，即係咩？譬如拍戲咁樣，都有時突然間冇 for no reason， 即係 for no reason。嗱，得啦，導演，你講，你嗰個識點啊？我哋承認啦，好唔好？你嗰個識點啊？我講大話，你嗰個識同你似唔似啊？Oh my god！ 我角色叫做阿柚啦，咁得啦，夠啦。我角色叫做阿柚啦，咁佢就係一個好單純、純情小男孩咁咯，即係覺得咁但係佢係都有一方面好似嘅，就係佢同佢屋企人啊，甚至佢同佢媽咪嘅感情關係好好啦，個 bonding 好大啦，甚至阿柚成套戲裡面嘅所有。decision making 都係因為佢媽咪啦，因為佢媽咪有病啦，要做手術啦，咁但係佢哋又好窮啊，咁所以就要參阿佑就自愿參加呢一個撈片嘅行動去賺錢啦，就為咗佢媽咪咁。咁呢一方面我都 relate 到嘅。咁單純純情嗰 part 唔似。我冇佢咁。都你要問呢個。咁單純好多種嘅。係。係啦，咁我覺得佢嗰種。即係佢個言行舉止嗰種純好細路仔，係啦，咁我都係一個。即係你係大人嘅純。I don't get it 。即係我係，即係我都係一個 grown man。OK， 係啦，咁咁所以係咯，佢比較細路仔啲嘅，即係可能我塑造嘅嗰個性格，我自己諗都覺得佢係一個啱啱大學畢業。廿歲咁樣嗰啲，即係好細個嘅咁樣咯，咁所以佢言行舉止都會比較細個，比較易驚啲嘅，即係對比起阿文信哥，係啦就文信哥都少驚，係但文信哥比較力，即係你嗰種驚係，但係你都有見過世面啲嘅，我覺得。我個角色叫萊蘇啦，咁啊，其實你話相似嘅地方真係。
會有很多地方，因為他真的是一個犯罪人物來的。相似都不敢說、啊、他有很多行為、啊、很多思想都是過了那個道德底線的，他視人命如我、嗯、即什麼都是，所以不似的地方很多，即是我現實中不是一個大佬但有一些情緒，例如你捉這個角色的時候， 你都會想起可能你會不會有些類似的，例如你我不開心的時候是怎樣的，都會有一種氣場令人很害怕嘛，可能這些地方會捉到那個情緒吧。但當然我對錶都是一無所知、嗯、我不敢說專門去設計什麼，因為我怕到觀眾看他有設計過、嗯、但是我覺得、有慢慢對演戲的了解越來越多的時候，我知道在大熒幕面前你的動作你的眼神不要太碎，不要太多，反而是令觀眾會覺得你 focus 在你的人上，因為有時候我們覺得可能做戲是你要很多動作很多細微的東西，但其實你可能你的眼睛不用動，但觀眾已經 get 到你的情緒。我小時候也有看過古惑仔，咁古惑仔入面都有很多種反派，很多種大佬的角色，會找一些可能感覺上比較近似這個角色 的人物去參考，因為真的沒辦法一個好像一個演員那樣我們一年 去入這個角色，可能真的短時間內需要找一些角色去參考一下。我們手部動作比較多，他只是開鎖啊，我驗錶啊，咁佢又揸槍啊，咁但係佢真係打鬥係阿聰同白子多啲，因為佢哋角色背景佢哋都係一個已經混咗好多年嘅人啦，咁我哋兩個就偏向蛇龜啲啦，就冇乜打鬥經驗咁樣啦，喺個角色性格，咁就我哋好少打啦，真係係咁啊，都係揸槍嘅，有俾人打啦，有俾人打，有俾人打，俾佢俾阿張聰打。因為有一場是他蓋我咁樣，咁我都話你唔好，你唔使驚啊！你想做乜就做乜啦，即係你想蓋我啊，搲我頭髮啊，踩我啊咩？咁所以佢乜都做齊。唔係，我就 O K， 我成日等你呢句。我話唔好流力啊！你流力又唔真，你假咗又要再嚟過。打到打如果三個嚟講，我係因為我最尾有一場槍戰係啊預告入邊都有啦，咁就真係揸真槍空包彈咁樣射，咁所以為咗驚一定驚啊！就因為第一次真係揸真槍去感受嗰個後座力，係比想象中。使唔使要練啊？那個後座力？要啊要啊，要練噶、啊，要練噶、啊，因為拍戲之前有跟我師傅特登去 book 個時間去學揸槍嗰個感覺，同埋你要練，同埋你要練好多次嘅，真係係啦，因為你要感受一個後座力，即係你喺拍戲嘅時候。最好不要眨眼，因為你眨眼其實都說服不到別人你是一個大佬揸慣槍的，所以單單是不眨眼真的都練了多久，有什麼方法練？不是不斷開，我們看了影片，他那場槍戰都覺得哇型啊正啊，即係睇到都哇，我都想咁有型啊咁樣，即係我覺得成件事就好多男仔都好想參與喺呢啲畫面度啦，咁同埋佢個角色嗰、那個成個氣場同埋嗰個性格，就係、是、我哋覺得就係佢嗰種氣場唔係大家諗嗰啲古惑仔，哦出嚟劈友啊打你啊，即係唔係佢完全唔係嗰一隻，反而係嗰種係咪叫不怒自威啊？即係佢係咪有咁嘅成語嘅？係啊，有係不怒自威，即係佢唔需要做好多，但係反而佢冇乜嘢，你已經 feel 到佢見到側邊嘅人，反而已經知道佢係。真係好大鑊啊！呢個人，即係通常成日笑嘅，其實係啊，佢成日笑，但係你係會令你心寒嘅嗰個笑容，可能係即係你唔知佢下一秒會做啲咩。咁所以呢種就係、是、我覺得就係演員嘅默契同埋每個角色嘅關係去一齊去營造出嚟嘅。即係佢個角色係比較內在，即係佢係內在滲出嚟嘅一個。內就由外到內啊！由內到外，即係好有好多 layers 嘅一個大腦，即係唔係咁啊！即係唔係咁樣咧。咁所以佢係冷靜型嘅，係咯。因為佢做嘢其實好認真嘅，即係特別佢有時如果有啲地方佢好執著，或者佢好有自己睇法嘅時候，其實會即係唔係話佢嗰陣時好恐怖啊？即係係會似佢認真嗰個 moment。因為我覺得其實演員做嗰個角色都係你揾翻自己一啲
相似的感覺去拎出嚟做，咁所以嗰啲位置我會其實有啲，所以我覺得其實好啱佢做，其實我自己覺得嗰個角色，因為同佢私底下認真去處理一啲事情或者鑽研一啲事情嗰、那個狀態，我覺得係似。我諗每個人認真 mode 都會有一種感覺，每因為我哋放無論每次表演自己 solo 或者演唱，其實大家都會有即係都有執著咯，大家都會離開俾我哋自己，係唔會影響我哋。係一未係 roll 機嘅時候咧，佢哋就亂咁嚟嘅，即係例如啲橋啲劇情，佢會自己玩咗幾個版本出嚟啊，即係好白痴。即係因為我哋今次呢套電影其實佢某程度上都有好都幾複雜嘅、那個劇情線，因為佢有少少要燒腦啦，即係又唔係有 exactly 好燒腦，但係佢都有啲鬥智鬥力，即係佢係有不斷有好多事情發生。咁所以當好件事好複雜嘅時候，我哋要釐清曬每一個細節位究竟點樣去通，或者我點樣我諗我嘅角色，我點解會做呢件事，我都有個理由或者有個原因。咁呢啲位就會要拎出嚟慢慢傾，因為導演啊編劇佢寫成個故事嘅時候，未必去好似可以好似我哋認真去由一個角色去出發啊嘛。咁所以我哋就不斷會傾，同白子啊，同阿聰啊傾好耐，傾好多嘢。咁喺佢身上會學到好多，我覺得最珍貴係嗰種大家嗰種無私的精神，同埋真係為件事好，即係佢會幫你諗埋，會幫你一起去研究。咁例如我自己的角色，其實我本身是整標嘅啫嘛，我唔參與犯法勾當，咁但係就因為被佢逼之下就要參與啦。咁例如可能開頭講啊，我開頭可能要氹人哋去相信我啲標係真嘅時候，即係未被拉去做非法勾當嘅時候，咁都會諗啊，正常一個人即係可能會諗。例如我要說服他信我呢隻標係真，可能你信我咧，即係好嘢嚟㗎，點會假？即係可能會咁樣去做，好容易會去呢個方向。但係諗深一層，如果真正有一個人呃人好叻嘅話，佢點會俾人 feel 到佢呃緊佢咧？即係佢可能就會一個好真實，喂，呢隻標真係好嘢嚟嘅，即係點點會好認真去研究佢，唔好俾佢知道。咁呢啲就係阿聰話，即係其實你有唔同嘅做法，有唔同 approach 去做。咁呢啲就係學到嘅嘢咯，我覺得。我諗阿聰同白子講得叫我最多嘅就係要放鬆啲咯，係即係反而唔好諗太多嘢咯。佢叫我，因為譬如我個角色，譬如阿佑個角色係成日都諗住阿媽啦，咁同埋佢有時佢開咗係叻，咁但係其實佢唔係真係一個專業人士咧，佢純粹係佢由細到大佢媽咪會當一個興趣咁樣會傳授啲開鎖嘅技能俾，咁所以佢都識開鎖嘅，咁但係佢又唔係真係專業啦，咁所以佢喺成個過程中佢會驚俾其他人發現佢其實唔叻嘅咁樣，咁但係白子同埋阿聰就係話其實唔使刻意去做一個你好驚，你好驚，你好驚，即係有時將啲嘢收翻細少少啊，你放鬆地做就 OK 啦咁樣。我偷到咯，我偷到半日係去買嘢咁樣。我見識過你個威力。係，我都見識到。是怎樣的？不是，他們見識，因為那一刻我都是 first take 嘛，我這樣去日本裝你們拍攝，是，然後他們就見到我的酒店房好拍攝，因為都勁到日本人認得佢。哇！威咩 friend 啊？係咪有啲名牌 VIP？ 講啦，すごいね。點樣自己答啊？呢啲講完個場景出嚟，講完都冇嘢嘅。有唔係嗰只，總之有一次我咁啱啦，同你分開咗，就我就喺邊度分開咗？喺日本，總之你想買你想買嘢，我想買我想買嘢。跟住我咧，但我記得我留咗個 passport 喺佢哋工作人員度。咁咧我想去攞啦。咁咁啱去攞嘅就哇，見到佢後邊兩個人幫佢攞住一扎嘢，跟住我喺度哇，我就佢勁到入去，大家啲人啲 staff 認得佢啦，真係。啲staff 幫佢攞住兩個 staff。唉，好耐之前啦，我都轉變咗啦，轉變咗，唔係轉變變咗六度，轉變咗唔使自己過去啦，黐線，買書咯，買鉛筆啊，毛筆啊，具啊，即係買茶葉、書籤啊，都係嗰啲 fashion items 啦。即係 Eden 係好認真。即係我唔認真。唔係，I mean，佢平時俾人哋嘅感覺係更加搞笑或者又好咩都好，即係
但你會見到佢嗰個認真模，你會更加覺得有嗰個反差嘅感覺多好多。即可能翻到酒店房咁樣啦，即係佢都係會好苦惱啊！即可能佢有啲嘢，佢自己喺劇本上面佢仲諗緊嘅嘢，佢諗緊自己聽日嘅功課咁樣，都好。我諗我唔知道你其他電影點樣啦，但係你我第一次見你咁，我苦惱呢個字係咪一個即係 right word？ 即係咁。咁執著，專注，專注，專心，都唔係咁 confused， 專一，咁 confused， 好 real， 唔係即係咁搖，唔係咁即係我諗我第一次見你嗰個不斷研究啦，係啦，不斷研究啦，可能應該咁講，你平時係好快就 sort out 到好多嘢咁啊，但係今次就花嘅功夫再多啲嘅感覺，係因為複雜啲個劇情上。失望冇喎，因為嚇冇啊，講笑講笑，完全唔會覺得可惜嘅，因為個劇本就係需要我去點佢哋啊嘛，我再去日本做咩啫？係咪先？咁我冇存在嘅必要啫。直接去日本旅行好過啦，啱啊，係咯，啱。阿姜，我覺得佢今次呢個演出係都即係我自己好中意嘅，我覺得好即係好大，即係同佢以往大家睇到應該大家冇咩角色見過你呢一面，即係而我覺得佢亦都係即係 handle 得好好，即係我自己係好中意嘅，咁同埋佢即係雖然佢即係佢唔係咁多戲份，或者佢。是後面才加入來的，他的對白是很長的，因為呢他是要一大段去講整個計劃，或者他即他要記很多資訊，但他都真的還有他整套戲由頭到尾存在感很高，是大家看就知道了，所以我覺得是都不容易，所以大家都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 Anson Lau 呢就因為其實我覺得 Anson Lau 的角色是很難做的，佢今次呢個角色，而佢更加有啲戲，有啲場口係更加好困難添啊！直情覺得係咁，但係佢都係可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去俾自己去到嗰個位置，去到拍攝，仲要拍攝當日，我哋每日拍攝係好長時間，亦都好攰，瞓嘅時間其實又未必好多。咁經歷咗可能大半日先去到一啲更加重要嘅場口，咁但係佢都好專業咁樣去完成咗佢，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好犀利嘅一件事。我就係印象最深刻係我第一場場口，就係我喺個標嘅鋪頭入邊，我已經見到佢哋 work 咗一段時間，我中途先入，我已經見到佢哋嗰種認真係我未見過佢哋兩個嗰個狀態，即係佢哋對於成件事嗰個認真討論嘅程度係我好想，即係好佩服佢哋，因為佢哋真係每一個 break 都討論緊場戲點做。我反而希望即每一個支持我們的 fans， 其實看我們的作品，尤其是我們不同成員之間，或者我們跟不同演員之間的合作的時候，都盡量放低對於我們本身的喜愛，而專注在我們本身這個作品想表達的東西，這個是最重要的，因為我都希望大家在看作品的時候是感受到我們想表達的東西，不要太計較說哪一個出鏡多一點少一點，這些東西都不是我們artist 或者我哋演員呢個身份想俾人哋嘅感覺，或者反而係即係希望大家睇到我哋今次可能大家一齊，好似我所講共同做呢件事，大家一齊去鑽研，一齊花嘅心機時間，我相信大家會睇得出嘅。即係就算可能話阿姜特別演出戲份話唔係好多，但係即係我雖然我睇我又冇話覺得，即係但係一個好好嘅發揮，同埋你會見到佢有唔同，或者佢花咗嘅心血落去，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反而係。更加珍貴了。請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記得按鐘仔啊。